我觉得好看这件事情好像是目前这个浮夸的时代最重要的一点，努力好像都是公司包装出来的，而且因为您什么都不会，您不努力您要干嘛？您必须得努力啊！你努过力之后你才知道天赋有多重要，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达到的，你明白吗？你已经疯了一样的努力，但是你就是做不到，因为你没那个天赋。我老觉得人世间所有的快乐跟悲伤都是因为人际关系。想自由就是要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我宁愿别人不喜欢我，我也要喜欢我自己。